四千多年前，中国古代先民利用苎麻手工纺纱织布。这种苎麻手工纺纱的织布，因为轻柔慎思，是蜀天衣料的佳品，因而得名夏布。中国重庆荣昌县盘龙镇中国夏布之乡，是著名的中国夏布的传统产区。传统手工编织夏布需要经过数十道工序。天然的、健康的夏布，符合现代人对天然、高品质生活的追求。设计师们进入乡村，在田野和作坊中不断尝试和探索。让传统夏布在当代有更多新的发展。